这个球打到右半边，哇，是一个落点巧妙的安打。这时候要不要往二垒冲呢？右外野手球传过来了，经过转传就来不及。对，转传就来不及，直接传，这得直接传。因为林世成的也守外野的选手，所以他的抛垒速度也很快。这又是一个 little double， 这眼看又是一个很好的得分的机会。事实上这个距离应该是要试着要直接传了，对对，这个对国内的外野手都是一个提醒啊，这种球你在cut off play是美糊了，因为你其实cut off man也可以尝试放掉，对对，因为这个球传的还蛮有速度的，是